台湾无伫吹动配电，伫耳康边。台湾人未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顺心啊！一个到了咱青金宝的单元啊，咱介绍新的进程咧，咱先来啊留一下有关田横的啊，咱讲过的部分，户籍教民驾驶，也着证，也着报，工作着认路，田横着照顾，也要吃，也要做，唔通趴远先操步，破桶着靠。破鼎得补，木瓢木刀轻俭有保守，轻做得轻修，修房上多是浪潮，扎切大声修，衣粒薄尖更清油，乌尖白壳嫩兼骨，万花青果鹅卵足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呢，就来介绍啊新的部分，豆膜未洗各行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刀就是刀啊，磨就是磨啊，马就是马啊，啊蛇咧就是蛇啊，各行出就是讲刀啊、磨啊、马啊、蛇啊，一种一种咧，啊一人一人咧开始大长，啊这个蛇吼，咱传统的文献咧，会讲伊叫做番蛇，那叫番蛇，听这个番的时候，你茫甲聊，总讲什么千番、十番、一番的番啊，这个番咧通常指外国。这个蛇吼，就是咱一般华语来讲叫小米啦，啊，讲豆麻未蛇各行出，过下呢豆芽豆菜该着物。我想咱来以咱今仔日的教育吼，真侪少年囡仔唔知影讲是安那豆芽豆菜吼，得爱物啦。像阮做囡仔时候，我就常常听讲爱物豆菜，啊是讲个地豆菜甲地嘞甲物嘞，啊是甲翕嘞翕豆菜。哦，像这生活中的物件呢，啊，咱的教育呢，拢较无咧重视，真可惜哦哈。豆芽吼，甲豆菜有啥物差别？这个阿未发芽诶吼，正常咧叫豆芽啦，啊发的时阵叫豆菜啦吼。豆芽豆菜拢爱甲地咧，才有法度发大长啦。啊，天哪，要用科学来讲的时阵，啊，现在是按照要用地，要用物的，要用翕的，用华语来讲，这台语可能歹讲，叫乙烯啦，伊会产生这个乙烯，甲伊的根部甲。压掉咧，让迄个根哦，袂使一直大起来。安尼吼，豆芽啦，发得开，肥嫩啊，肥嫩啦吼。来，过来，客甘蔗，前头入，后头出。客甘蔗，客就是假啦。一枝一枝的甘蔗吼，前头入去，啊，甘蔗尾咧较出来。用今仔话来讲，就是啊，用机器哦，加甘蔗接啦。过来呢，白土豆，光烈风透呼呼。白土豆就讲油车呢。加土豆引壳啦，加迄壳呢，加引我掉啦吼，引壳。什么叫更雷风？风过吼，那是要更雷啊风安尼啦，哇，呼呼叫的声音啦，叫透呼呼。啊，大人遐咧无用啊，囡仔咧，大人无哩变啊，是囡仔人就安啦，较活骨啊，较活跳啊，所以囡仔低腿乱乱不，因为大人无哩变啊，啊嘛无咧个看过，啊就安啦，迄物件下咧，伊就安尼，伫遐咧，伫遐咧耍，伫遐佚佗啦。讲囡仔囝咧，压低腿呢，啊，伫遐啦，伫遐咧佚佗啦。啊，乌爸母啊，四界里来算，过来要来讲四季哦，一年四季啊，一年四季，讲春夏秋冬，四时天热，这真简单啦。春夏秋冬嘛，一年四季啦。春夏这个夏有人读到黑啦吼，春夏秋冬，不管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拢有固定的工课咯。哎呀，爱劳动打拼啊，所以叫做四时天热啦。大家季节拢有工课啦。唔通想风骚哦，你唔通去想要风骚哦，唔通想要去外口甲人耳风流哈、哦。你唔通讲哦，我啊，即卖我已经收好啊，未使哈。好，啊，咱时间的关系，我最后就甲今仔讲的呢，我来甲念一下哦。豆膜未熟，各行出；豆芽、豆菜该着物；客甘蔗，前头入，后头出；白土豆，光烈风透呼呼；囡仔低腿乱乱不。春夏秋冬，四时天热，唔通想风骚。好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静先来讲台湾，由邓宏静教授主讲，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